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人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用小董树林阿伯来订正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继续报新闻，分析新闻，陪伴新闻呐。那么，立委陪。军舰呼吸幼稚，张奎就讲啊，是比弯呐，哦，弯座的弯，比弯呐，哦，是准备了呢，准备要弯座，哦，这新大家，哦，台北报道，哦，冲击鸟礁，伊这个渔船事件延烧，雷丁助理代表，伊这个贾中庭先生，哦。那么进前在这个民书顶头表示，那伊军舰呼吸可能会牵拖甲东海的这个国安战略的这个问题啊，以及袂算南海角力伊的这个微妙吼互动关系。行政院长张善政今日六日出席到台铁局的这个活动。受访的时阵表示啦，贾中庭哦，想了想远去啊啦，啊，这种的这个动作是悲观安尼啊，吼、哦，用到的这个几率吼、哦，虽然有较低啦，但是哦，袂使无准备的啦，嗯，对这个民进党立委批评总统马英九派军舰护渔是幼稚的这个行为，
有听到无？民进党批讲马英九，吼、哦，伊个孙阿娘派军舰护渔是真幼稚的行为哦。即句咱该甲记起来。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啊，你甲想看卖啊？嘿，顶多幼稚的，什么咧讲马英九幼稚？哈、啊，所以你甲看国家交予因这批人啊。恁甲想啦，啊！我看吼，坐咧等，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啦！我甲你讲，交予这帮人，我甲你讲，真正啦，台湾哦，迄汉族啊吼，我看毋知要安怎啦，啊！我看吼，到尾啊，封坐汉族签啦。唔是煮番薯哦，煮番薯个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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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佫有生锈的哦。那方出来了番薯签哦，对啊，讲到番薯签，较早吼，汕农人啊，拢煮番薯签糜。有当时啊嘛，无人佫煮糜呢，煮番薯签啊呢。因为安怎讲，较早番薯啊，上界。无价，上界无价，上界无人要食。较早有钱人拢嘛食米，对毋对啦？无钱人，吼、哦，啊，着番薯丁仔猛种，生番薯，吼、哦，一方面番薯叶仔互猪食，番薯啊呐，家己来食。啊，较早的人是安尼。对不对啦？无钱食番薯，啊无钱食铁，哇！即马铁无同啊，即马铁是高级的这个料理啊，直直都变。即马番薯一斤二十几块，当时的时阵安尼啊，起到三十外块，较俗的十几块，啊。来，咱闲啊话，卖讲。哎呦，敢若有回音的款。咱继续。所以吼、哦，不得不啦，是准备的啦。啊，所以孙阿娘拄则咱伫个讲的民进党的这个立委批马英九，哦，讲派舰船，啊、哦，是真幼稚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张先生就讲啊，行政院长就讲啊，啊，嘿。迄吼爱反问蔡总统所提的这个全力捍卫啦，迄是蔡英文讲的啊，全力捍卫，什么叫做全力捍卫？包括军队的啊，唔当全部嘛，对不对啦？所以我今日我定在咧讲，因这民进党的吼真真正正，所以伊甲过去拢共款，晒得乱批啦。啊，唔知影讲因配到因家己的这个主人啊，听唔到蔡英文，迄是蔡英文讲的呢，啊，是不是安尼？这句话是蔡英文讲的，全力捍卫啊，啊，什么叫做全力捍卫？对不对啦？行政院长伊就讲啊，就是安尼先啊，恁，恁头家讲的呢，拜托的，啊，伊讲的说那全力捍卫定义是什么样啦？等到反问这的立委啦。用是不是包含了准备一挂避而无用的这个措施啦？啊，那么做代志总是爱考虑到万一啦。哦，对啊，人伊安尼讲的对啊。啊，恁这是是民进党的啊？啊，伊行政院长讲这句话对啊，唔对？凭爱凭良心哦。哦，啊，恁若要拗，我无法度拗，讲过啊。恁若要拗。扭曲无法度哦，那是立委认为讲无适当，请大声转去问恁啊头家蔡总统。将这专业的这个捍卫定义好清楚。哦，啊你再过来讲。那么媒体问起的时阵，安尼枪击倒啊枪击鸟，伊这个事件是毋是讲会当伫个五里空进前啊来落幕啦？张先生就讲啊，当然希望讲真紧落幕愈好啦，吼、哦！但是吼、哦，唔敢讲
保持着真大诶即个希望啦，吼、哦，因为诶孙阿娘协商需要爱时间啦、啊，吼、哦，啊无诶孙阿娘，咱着叫咱吼、哦、啊即、这个尊助理代表啊，贾中庭啦、啊，那伊若较敖，对毋对啦？互伊去讲嘛，对毋对啦？哦，啊，讲对讲唔对，迄拢恁的代志啊，对不对？恁的孙啊，蔡政府的代志啊啦，甲我哪有啥物关系啦？对不对啦？套一句的孙啊，尔啊，林泉的话啦，哦，谈判袂用的吼，老底线安尼啦，哎、欸，对，对安尼啦，以牙还牙，过去民进党对国民党安怎？同款，即马国民党对民进党嘛是安尼生的，啊。那么如果是说咱五二空以前一定爱有结果，吼、哦、啊留了底牌，显示出五方吼、哦、啊真着急，吼那安尼生无谈判的这个空间呢、啊。因此的说咱呢无意识立场。是毋是讲会当伫个五二空进前来落幕？嘿，即、这个行政院长哈、啊、张先生伊就讲啊，讲啥？讲何时行动进行到五月底？嗯，了后吼、哦，有无持续作为？吼、哦，当然爱看新政府咯，是毋是安尼先？所以阿宏啊，拍破啊，赞成。行政院长，哈、啊，张先生安尼咧讲的，啊，欸、拜托的，啊，恁支持民进党的人，恁听了感觉如何咧？感觉如何咧？啊，所以我甲你讲，以牙还牙，才会当吼显示民进党过去的这个恶习的，啊，到这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听小阿宏唱的歌，甲结束起来。夜半路灯，共同欣赏，再见，拜拜。
情可归，多期盼的渐渐